啱啱做咗爸爸嘅陈展鹏呢日就以大使嘅身份出席慈善机构派福袋活动，佢仲话希望等女女小猪俾大啲，可以带埋佢一齐出嚟做善事啊！就是探访一些老人家，可以说是长辈嘛，就是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自己都蛮喜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句话，对，一定会。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香港嘛，香港这个做这个慈善已经是一个习惯了，还有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福地嘛，对，所以小朋友多一点出来是好。不过即将就要迎接第一个父亲节了，感觉应该同以前会完全不同。我想现在除了父亲节，每一年的节日都要好好地安排啦，因为 Phoebe 的爸爸是父亲，都是我父亲，我 要安排好时间。我想暂时这一年要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先，因为我的女儿其实都不知道我是她老豆，我想要过多两三年她才知道，所以我觉得都要安排好时间，希望尽量做到最好的。